大家晚安，这里是八五社编辑部，我是编辑小玉，我是文佳琪，大家好，大家好。这个电影啊，好，我是小玉哈，我是染上黑。小玉把头发染黑了。對對對，小玉，你的头发怎么了？我是金发帅哥。我花了100斤重置，花了100斤重置，从牛郎变成文青啊，可以变文青。好，因为这个不重点，我们今天要玩那个八块啊，五八啊，玩八块。好，八块三代，好，27，这个29号才出了。那今天我们现在玩的是那个媒体的 preview 版，这不是正式版，我先讲一下，也许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也说不定啊。好，我们现在话不多说，直接来开始啊。它跟之前的几代没有关系，所以没有玩过的玩家也可以玩。真要说它跟一代比较像，好，一代比较像，对。二代一二代是有相当不同的，对。好，现在是选难度嘛，对。那我们就选一个普通的，普通啊 ，Survivor。没错，正版的，正版的啊，对。会跟纳豆做区有像吗？其实完全不一样。不要随便乱讲啊。对啊。哦，对，这游戏限制级哦，大家有没有看到下面左下角？左下角应该这边吧？对对对，这边有那个限制级的符号，这是限制级的，会出现一些真的还蛮血腥暴力的地方。目前一开始还好。哦，好不要啊！我有去那个，我之前看E3或是看他们媒体记者会，都展示一些很可怕的画面。对，那可能是比较后面的事情了。嗯，对。我要叫他挑拨现在。我这边听到声音了。你耳机在下面。这里听到。有。恐怖。然后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游戏的背景。好。这游戏就是三兄弟。三兄弟。看起来不太像。大哥叫 Grant。哦。那个。这是二哥，就是哪里观光局的影片？二哥就是主角叫 Jason。叫什么？好，没有给你，不重要。四个朋友，三兄弟跟四个朋友，所以七个人。对，然后有其中的全女生。OK， 好，一定要有女生的。他们就是休假，然后哎，哦，有 Jason 出来，现在人物介绍。他们休假到这个岛上，花大钱，喷大钱去玩了。看这个玩很大，就是跳伞啊，极限运动。That's crazy. 哦，这一趟不知道多少钱呢？好，我跟你讲，那个最疯的人，就是画面上看到这一位，拿这个，对，他叫 Vax。哇靠，这看起来就看起来就是坏人，他是真正的疯，而且还有乳沟，真够疯的，超可怕的。他所以他们现在。怎么画面一切就跑到这里来？你不要按掉，我还在看东西。没有，我调那个哦 ，Control， 哦，字幕，对，对，字幕调出来。你调英有别的语言的吗？不，我好像怎么了？没有调到。有，你刚刚有调，你没有 save 到吗？哦，有啊，有。不要紧张，不要紧张。And Jason from California。没有字幕。那可能不是这边，这边可能没字幕吧。反正简单讲之后就有啦有。我再调一次。好好好，大家给阿奇点时间，因为我们这也是刚打开玩的。有啊有啊。确定？有啊，扛不下去了。好，不要紧啦，没有就没有了。展示版吧。嗯，也许吧。好，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好，反正简单讲一下就好了。那现在这个大哥，对，大哥，就被绑住了。Jason， 对，我们现在是 Jason， 我们现在是 Jason。我有了字幕了。Shut the fuck up！ Shut the fuck up！ I'm the one with the fucking dick。是他们是哪里人？英国人。被绑，我们美国人。那我们怎么掉到这里来？去跳伞。哦，跳伞，哦，跳伞就跳到这里来。对对对，没脑啊！哦，出国，外国人就是这样。喷大钱，然后跳伞掉到一个奇怪的地方，那应该有向导吧？也没有向导，是超疯狂的，就跳海贼屋。我靠，就找不到怎么抓，所有人被抓。这个还蛮写实的，我觉得。这那个太平洋，大家看新闻常到，就是捕鱼船就碰到海盗，就像这样子。他们被抓起来要勒索嘛？对，他说你们这些那个美国人都觉得自己很屌啊，这个。在那个跳伞的时候啊，就觉得自己是怎样怎样都有哇高度啊，我嘞哇高度啊，然后在这边他是老大，嗯 ，Vax， 对，我发现那个宣传。打超大都是他，根本他是连盒子都是他。对啊，他才是主角吧？我根本不知道，不太记得主角长什么样子。等下我切出来 ，Jason 他的那个憋三样，等下那个，等一下，
按暂停就可以看到杰森。哎，游戏封面啊，游戏封面不在。好，游戏封面是那个啦，也是他，也是 Vass。对，所以两个就被绑起来了。对，可是这个大哥呢，他其实是大兵哥哦。哇，好强哦，自己挣脱啊，挣脱了。嗯，只是没绑紧。Fuck！ 这个这篇脏话只有多，小朋友不要学。先跟大家说啊，PC 版的画质真的好很多。对，当然这个那个发快从一代、二代、三代，其实都是硬体效能是很重的游戏。然后画面表现上，我记得一代出来的时候真的吓坏人，那个水纹的表现啊，三色的表现非常非常的强悍。如果 PC 版可以玩玩看 ，PC 版真的很棒。那我们现在就是要那个骗那个守卫过来。Hey, OK， Over here、hey.。Hey, you gotta shut the fuck up! Shut the fuck up! 竹子也可以敲昏人哦。没有，他捏的把喉结敲去。哦靠！好可怕。跟主角没有，跟预告没有不一样。主角，主角就是我们。我们现在的视点是 Jason 的视点，我们看不到自己而已。现在这个人是他的大哥。嗯。那我们现在就是要那个跟着大哥逃出去。那你可以看那个 Jason 多么虚，多么废，废柴这样。就主大哥才棒，对对对，好，大家小心，什么字幕都没有，来了一堆脏话，因为很紧张。对 ，OK，OK，OK， 主好废啊。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主角在那边，现在就是，哎，现在其实他做的很棒，就是这也是教学，教练蹲着走，对，学，好紧张。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太平洋的某个小岛。小岛。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有那个画面上会出现一个白色的箭头，表示你快要被脏到了。哦，所以有你要躲好就对了。对，他有教学，你看画面上有个白色的箭头。哦，有。圈满的话，就表示敌人已经发现了。哦。Dogs。对，这方式比较。最近很多游戏都采这款，哎，狗狗也会。哇、哦！糟糕，这没关系吗？哎呦，地上都血，然后浮在，一直浮在。Stay quiet。小朋友不要看这限制级的哦。我杀猪了啊，还是一样的，真的。对，我们要避免血腥画面。你真的不得不路过。对啊，这游戏基本上有点自由度啦。刚刚有在问有没有自由度，有是有一些啦。自由度呢？同样是 Ubisoft 的游戏，嗯，所以他玩起来跟他同个工作室的其他游戏很像哦。我们等一下，看我玩有机会切到地图，等一下跟大家介绍一下。先把能看到的东西先看走。那个海报，那个贴一个女的是谁啊？哦，这个是游戏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女主角吗？你不说我还没注意到，没注意。我看那墙上的海报贴那么大张。他其实那个人是叫做 Citra， 听起来像个原住民。原住民的名字，对吧？就是豹子鸡啊。Citra 其实是 Vass 的姐姐或妹妹。OK， 好，等一下看就知道了。等一下会解释吗？不会解释。好，大概游戏第四章。哇，好。对啊，七彩，二代是咖啡色，很重。对。啊！哇，大哥好强哦！大哥，大哥超强的，大哥一开始就练满了。大哥是逃出去也能活的类型。对啊，说那个 Jason 啊，走出去就死了，走出去就要死在丛林里的类型，烂透了。So pull it together, OK？ 感觉 OK，Sorry， 感觉大哥已经跑第二轮了。更好，更好。快到我枪了！主角，对，是在主角。Psycho， my god！ 看一下，可以看吗？是不要看，不要看。所以他们不止这个人，不止我们几个人被抓来，因为他们就是海盗屋嘛，就抓了绑了一大堆人。这个岛嘞，其实是有两大派的，就是空党嘛。哦哦。先怎么办？听大哥的意思。
丢个石头引诱他，所以你身上石头随时都可以捡，随时捡就可以丢的。他们过去看了，好像没有发现。再丢，咚！然后丢他们头上，焊他们头，丢他们头。丢灯泡吗？有丢灯泡？有了。为什么不过去啊？对不起，护士有，他是护士的。有了。Let's go. Go, go, go. Okay. 这里被脏到的是顺子啊，必死无疑，对不对？好，然后小心的玩。大家玩这个游戏不要冲动，瞬间就死。哎呦，尿气啊，尿气啊！哎呦！我们现在玩的是那个开发版媒体的 Preview 版。不是正式版哦，再讲一下，所以到时候正式版的表现会更好一点。对，没错，对，而且 PC 版好过这样子。对 ，PC 版的当然你要有相对应的硬件，没错。我帮我买张卡，就一台 PS 三或三六零的价格，就是。玩得好紧张哦。终于出去了吗？哦。终于有找到离开的路了。Where are we? Never should have made that jump alone. I promised that. 大哥还可以完全看不出来可以变位置哦。Does it say where Riley is? We're gonna follow Riley. We're gonna free the others. Oh, Riley. Then we're going home. Oh, God! Oh, 你蛮细啊！哎，哇，大动脉喷血啊！Hold on, Grant. Hold on.哎呀！弟弟只会哭而已，不可能。大哥差点要死啊！好惨的啊，超惨的。什么？我只看了一个洞。他给他三十秒逃跑，是不是？你要不走？跑！跑！跑啊跑啊！你那个我忘记换你叫什么名字。Max 给他三十秒，你要不走，再给你三十秒逃跑，接下来我就追你，快走啊，混蛋，白痴啊，这样子。救狼哦，还会放狗咬我。哇，后面都子弹飞过来。哇，谢，哇，好刺激啊！他两人给我跑啊，翻得真好。昏了，没昏了，起来再跑。好废的主角，你要不要坐过来一起看？啊，好，后面有狗，上面有超惨的，那还好有直升机哦，他们火力会不会太完整了？对啊，这里对啊是贼酷啊，对，哇，屌凶啊，上面有直升机啊，看上面有光，哎呦呦呦，哇，哎，阿西，没有，我上面的字幕，好好。哦，请不要被捏他，请不要捏他。上去啊，怎么不上去啊？哦，他们只是想玩抓老鼠游戏而已。对，觉得生活太无聊。对啊。I have to find Riley and the others. 他们刚刚就是在看。Please let them be alive. 那个找安全，他们以为安全就是被马上就被掉头了。对，超惨的。出不去了，卡住了！哇！快！哇！我杀人了！这最好超怕卡的、啊，一般 RPG 的主角不是一上来，我打死怪，然后等一出村就是等级提升，这种主角怎么吧？我靠！哎，脚下根本没有几个地方可以踩，哇！看双脚发软了，哇！好了，他还是很硬的、啊，这样还不会死哦，这么厉害，也是啊，嗯。然后我靠，这里就游戏正式开始。对。但其实表现还不错。是啊。他要把他这一代就是回到一代，感觉就是你要在荒岛求生，没错 ，survivor 这样感觉。
哦，有友善的手，一代的求生的感觉是没那么重。嗯，一代就是潜行，然后在有点荒郊潜行的游戏这样的感觉。大概说是多路线单一路。啊，嗯，对对对，可是没有什么在烦恼生活。啊，这游戏的英文要很好吗？好，还不错啦，哎，我一点点，一点点就好了。好，你讲。然后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背景，就是主角他们一行人七个嘛，对不对？嗯。那加上那个哥哥已经翘毛了。对，剩六个人，就那个含主角不算五个人。五个人，对不对？那基本上他们分散在岛上，那基本上是全部都被抓了，但是是被分别在关在不一样的，有不一样的组织啊，同一个组织，没有全部都关在一起。哦，被分散抓去，就是女的被抓走，男的分开这样。这个啊，对。好，那反正那个岛上是一个很大的岛，这个岛上，然后四处都有聚落。那这个岛上呢，有两大势力，一个是 Rakia 族，Rakia 族原住民。嗯，就另外一个宣传里面出来原住民，对，另外一个族人是就是 Vas 为首的海盗，就先说是他们，就是他们是 Vakia 族的，对，嗯。的那边的人，那基本上两边就是水火不容，因为那海盗就是作恶嘛，然后杀一些原住民嘛。哦，一定的。对，所以那个玩家加入的这边就是 Rakia 族，然后玩家要帮助 Rakia 族在这个岛上渐渐抢回地盘，然后势力推展，然后你才能有点战略，一点点战略要素的感觉，然后你才能推到就是。故事前进的同时，你也能推到敌人的家里，救出谁谁谁嘛，对不对？所以你要一边打，不是你不是说杀一路杀过去，你要把人救回来。对对对，等于说是你拓展地图啊，那主线就是你要就是去救人，救人就对了。要救那个人，当然你地图要开到大。OK， 那他们帮我刺青，我们都还没给钱。很好吃。这个刺青呢，其实是别具意义的事情，是这个这一代游戏的主轴。嗯，这个刺青其实是 Rakia 族他们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战士的证明。你看那个双手蛮都是，都已经刺满双手。嗯，他表示说他是受认可的战士，像你这样只有那个前面跟手上背一点点。嗯，那表示你也是很菜，才一级而已。不过为什么会给他这个刺青呢？因为他从那个海盗的窝里面逃出来，这个很少有哦，所以获得认证，对，获得认证，大家认可说你能有这个勇气，其实根本就不是他，对啊，都是他，大哥出来应该吃蒸熟的，大哥出来应该就吃到脚上去，对啊，对。Welcome， 只是就是在这里，他要学习怎么样去解放他的，这边看起来非常轻松啊，解放什么？野性，好吧。该学怎么样战斗，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这边看起来就是像一个开趴的地方而已、啊。这是你等于主堡啊，主城。哦，大家好，先喝点小米酒，这样。他说他是这个胡子男啊，这个胡子黑的，他就是已经受认可的战士，所以这里啊是他当家。哦。然后他本来是外来的，哦，他不是这个族的人，对对对，他是外来人，但是他因为受到认可，然后所以当家，所以他想要这里就是他后宫，他想要干嘛就干嘛，哦，多爽！难怪路过女生都在看他。I could have anyone, I can choose. 不过他心有所属，他只有一个。Cash for weapons. Cash for weapons. 那么好。You want to save your brother, right?想救你弟弟，想救你兄弟吗？救你弟，救你弟。我别无选择吧。凡事都有第一次。他脖子挂的是什么？不知道，是一个玉的，一个玉的感觉。先来个商店，刚 shop， 开的像杂货店一样，对吧？里面真的就是杂货店，有罐头、香烟的。嗯，应有尽有。对啊，其实蛮顺的。说玩起来，因为阿奇也是第一次摸360版，对，第一次摸360版 ，yes， 是的。好，我们可以买枪。好、啊，这个游戏有很多很多枪，枪也是很多种的。但是我们只能买，现在只能先买，现在只能先买手枪。191，其实它有很多，哇，子弹啊，轻机枪，轻机枪有三把，然后小杠，小杠目前看到两把。你现在有多少钱？现在钱已经花完了。啊？什么？买一把60块小枪就去没钱了。
那钱哪来啊？钱就靠打猎跟搜刮敌人。打路边的鹿，他身上会掉钱，是不是？不是，还是打老虎，身上会掉钱、啊、哦。可以杀鹿取毛哦，那蛮合理的。杀猪拔毛这样哦，那来试试看这样。那现在不能买了、啊，就秀。现在没有钱，我就是 秀一下，看一下。东西是真的蛮多的了。那你有，这是你的包包，身上的包包。那你只有几个16个而已哦。这个可以。你之后去打猎，找到更高级的皮，你可以自己做包。这个是 online game 吧？这个是 online game 吧？这是 MMORPG 吧？从简单的什么鹿皮包啦、猪皮包，到什么熊皮包、豹皮包，我们花200金直接买永久包。你会那个剥那个豹、剥鲨鱼皮做包？那你回去那个文明世界，你们不用怕饿死、啊。对啊，削翻。你直接开一间做手工那个皮件店就好了。真的啊。走吧，阿桑，我现在发现卖武器的是个阿桑，然后他就跟你说，所以这个游戏啊，所谓就是电塔设计，电塔设计，好，你试试观光看就知道了。我这里现在我还没有地图，好，没关系，走吧。这是珠宝了，我现在不能开地，现在不能开地图。他意思跟你说，其实这个岛本来是有很多电塔，那用无线电波在各个就是小聚落之间，就是用无线电沟通这样。沟通，对。但是那个海盗来了以后啊，他们就在每个电塔上装设了那个干扰。哦。所以你现在他们就是每个部落都是处于通讯失联的状态。失联的状态。那我们要，所以第一个任务要去把它解除嘛。对，没错。我们现在就是要去解除那个电塔的。他们竟然让一个外来的瓦卡去做这种感觉很重要的事情。他就说啊，你是菜教啊，然后那个你先试试看就对。受过什么受试炼啊？洗礼就对。对。好倒霉。好，然后这是这一代特色之一，就是采药草。哎，可以看到。有这个还蛮常见的。对。那绿色绿叶那种。绿色叶子就是。就找红叶调一调，可以补全满，对不对？还有还蛮多的，现在还不能调。现在不能调。阿晴刚买的是 G P 那个哪一把1911吗？1911腰钩11啊。这个我还蛮喜欢的手枪。OK。Garmin。Garmin。所以现在他在转我们去哪里？对，我们现在你有没有看到有一座电塔？有在上面很亮。对。所以我们想办法把它攻占下来吗？可能玩家会觉得有点熟。那个，怎么？先练拔就对了。对，那不会被发现吗？这样不是被发现吗？不会啊，这塔那边没人。OK， 既然没人，他们自己去就好了。对啊，那为什么等我们来？我也不知道。啊，而且他看起来超强的、啊，他手上挂吃那么多青，感觉已经练完了，练满了。好，那说到这个塔，玩家有没有感觉有一点熟悉的感觉？我 越爬越上去，你可能就越清楚。再来看看，发售日目前预定都29号，我这边对两天，我这边收到资料是啊，我不知道那个商城那边有没有变动，不好意思。好，今天我是假设我是 Azio， 我现在哇哦，那是固定会出现的吗？我忘了这一回事，吓我一跳。所以你还身上随身携带一把大砍刀，对不对？那个补血的话就是这样砍一砍，打绷带是不是？然哇，好怀念啊！你如果一窝，没有，这是你没有药的时候是这样。哦，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除了地图以外，左下角有两个黄色的。哦，有在旁边。其实那两个黄色是你的血。那你如果只有两格而已哦，现在只有两格，这么少？那你如果说第一个咬到，就是你第一个受伤，他是手左手背有一点。刮伤这样，然后你用绷带拆一拆。你如果死到第二格，他受伤，你一指是你右手伸出来，然后你看发现你大拇指被折了90度，你用力把它凹回来，好可怕！如果你三格受伤到快要没命了，你就是右手伸出来，你伸右手上面会有一个炮弹碎片，你用拔拔拔，所以这是没有好痛啊，没有治疗药物的时候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硬治疗对，紧急出力、啊。通常就是你要拔药草，来吃狗药草来吃哦，就它做成药剂，然后你用打的，会马上回血。好了，这点还蛮方便的。你看我是 Azio， 你看我现在在干嘛？我爬塔、啊。如果我是 Azio， 准备要跳啊，准备要跳。对啊，那你爬塔上干嘛？
我们不是要解除那个干扰吗？对啊，对啊。好，来解除干扰。这不是最长的、啊。还有，好高哦。好，现在就是要解除。哦，把它弄掉。那早就可以他们自己来就好了。对啊，没人。对啊。自己来。感觉这是一个废点。怎么弄的？你知道吗？拔掉，然后开开关，有没有？那他们自己来就好了。对啊，那为什么？好，给我们来。现在就是那个 Azio 在塔上看，有没有？有。哎、欸，有教堂。哎呀，你爬电塔上对啊，然后开地图。对啊，就把地方这就是试点，这就是南方岛屿版刺客教堂。对，那现在怎么下去？不会要跳吧？哎、欸，他只有一只手，他们真的没有练过吗？这个吗？我觉得他也是超强的、啊。回来了 ，Nice ride， 哈。哎、欸，再拿一把好枪。Good。Show me a map。Show me a map。Map。好，打开。You see？ 他是他滑下来的时候是有抓一个钩子啊，这样撸下来。那个特种部队就这样子，但是背力要超强的，才这样子，要不然中途哇下戏啊。对啊，只要去开那个电塔，就可以在地图上开一块区域，这点就跟蜘蛛人真的、就多了一块，现在多一块区域出来。我跟你说，但老实讲，蜘蛛是从一间工作室，他们就是 UBS， 对，就是本家。所以你玩过再来这玩过刺客教堂，玩过刺客教堂再玩这个上手就很快。对，虽然玩法不一样。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地图就先为大家讲解一下。对，这些动物是有用的，有意思的，对。对，就是表示某些动物特别喜好栖息地。对，所以你要去狩猎这些动物，才能做你的包。要找村长狩猎，嘣嘣，然后出去。你要先一吃猫饭。好，那你现在就是第一个任务，就是你要去找那个猪皮，好杀猪，然后拔猪皮。OK。好，杀猪皮，就是村长会先用。跟大家解释一下，这就是本村呐、啊，就是你的组成啊，组成。对，那黄色这个 mark 就是你。任何从地图上任何地方，都可以用这个 mark 瞬间移动到瞬移过去。OK， 然后这个尖塔就是有一个塔的，的符号，想当然就是那个、就是电塔嘛。红色这个石头啊，是红色星星啊，有各种挑战。好、哦，里面还有挑战任务，对不对？挑战任务，那挑战任务其实它很简单，它其实就是比如说你拿这把枪在实现之前杀多少人这样，哦，或者是哦可以连续暗杀多少人这种类似这种挑战玩法。OK，、然后红色的旗子嘞是什么？红色的旗子是敌人的小阵地，小营地。你如果你现在开了这个营地嘛，有大部分好大地图哦，都是红的，对不对？对，那表示这个地方还是归那个海盗管。哦，所以有点像战争迷雾那边。对 ，OK。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图其实超大。对啊，是其实超大。我光从这边走到这边，大概3分钟、5分钟吧。哇，所以你走，哇，还有好远了，你拉最大看看，啊、拉最大。这是最大的。下面还有，天哪、啊！对啊，下面还有。这游戏时速应该超长的。而且不只是地面，这其实地表很多地道。然后，所以还有下沉可以走，海就是你沿着那个河游啊，会有一些什么天然的一些什么钟乳石洞啊，其实在底下四通八达。我跟你说，我晃了几个小时啊，还在这一块区域我还没有全部都晃完，太可怕了。对，走，阿奇带我们去逛逛。所以他现在要做的事就是他们要去打猎，就是第一件事要去打猎，去猎个猪回来。对，那我们就塞起来。好，玩现代化社会，开车比较快。坐什么猫车去啊？然后这个要游戏要小心，因为你现在会撞死人，对不对？不是撞死人，是你现在开到那个敌人的根据地里面，会跟你擦身而过，通通都是敌人，所以会被围殴，对不对？对，你有机会就是说你碰到那个敌人啊，就是沿路开车开过来，居然就是不是自己人是敌人，然后他们下车就打你。好。那我们就慢慢前进。所以现在应该是你有刚标记有网络标记一样去就好了，对不对？现在就开车往那走。OK。希望尽量不要碰到敌人。这边有敌人。Bring back plants and animals。我跟你讲说，你身上要收集这些东西，对不对？药草。红叶一个，绿叶两个，蓝叶一个，两个猪皮。野猪皮。对，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拔一拔，然后那个。蓝色，先做基本教练就对了。
蓝色的通常都是长在水里，所以然后红色、黄色的会分布在很接近，所以分布的点还不一样哦。对对对，所以要玩要习惯一下。哦、OK， 这里面长蓝的、啊，骗我。打个香蕉吃吧，那边那么多香蕉树。红色有有在那边这边。红色我已经拔了。好，现在插蓝色一个。对，然后我们主角手上会有一台相机。哎、欸，还不错、啊。这台相机其实超有干嘛？其实这台相机啊，你就可以帮你标出敌人还有野生动物的位置。比如说，你看，我现在对着猪。哎呦呦呦呦！他就标出了那个猪，他头上有个獠牙。这像那 Ghost Recon 那种东西了。表示他是猎食者。那你如果说是一只手，就是兽爪，那表示它是草食性动物，哦，那比较没有攻击性，这么好。收下还有，这根本是抬头显示器啊，什么东西？就是像那个COD 他们那个特种部队他们带的那个上带的设备啊，哎、欸，还蛮可爱的，哇哦，太反抗了，会啊。All right, all right, you can do this. 然后就打，哇，哇。还蛮写实的，然后这是还有一个，其实我跟你说是有分的，其实 boar 跟 pig 是不一样，所以你如果要杀、哦、要杀野山猪啊，杀对对，可以吃它吗？不能吃，哦、你都是吃药为主，吃那个树叶为主，很有点是素食，对不对？主角吃素，我们趁现在多杀一点。因为那个 boar 其实不太好遇到，你可以多带在身上的。对，你可以要你做完了那些该做的那些皮件以后，会放在身上。你可以就是把它拿去卖，这样。嗯嗯。在水里，你看有没有蓝色都长在水里？都有。哦。有死啊！会淹死啊？对，它会淹死。有啊，明明有，可是我不知道它长在哪里。是哪看出来？哦。像莲花，那莲花啦，不，这鳄鱼。哪里哪里？哎、欸，真的有哎、欸。那怎么办？是跟他想说跟他拼啦、啊！怎么有一个奇怪的？我想说你要下去，怎么突然停住？我要不要先把他打过、啊？要不要恐怖？有用吗？有吗？看有没有没什么？你要把他引上来嘛？拿刀子啊，上去跟他拼的，跟他拼的、啊，拿砍刀跟他拼的、啊。这时候下来就看不到他了，这样。哎、欸，找到了，在这里。石莲花，哦，石莲花茶还不错、欸欸。我都去鸟里面买。有。去跟他拼啦！干嘛走？赶快！我现在没有子弹啊，现在子弹贵，我现在二十几发而已、啊。哦，好了。用肉引上来，有办法吗？没，好像没办法这样。你可以丢肉吗？没，丢到石头泄泄愤是可以啊。好，你试看看。在这边嘛。嗯。他都不动了，有吗？没有，他更不理你，就前面一点。下去我可能会被他吞的。拼有记录吗？有记录的话就拼，好来拼拼看啦。拼拼看。拿刀拿刀。哎呦，还蛮大只的。哇！快！吓死我了！哇！主角很威嘛。死啦！死了，不然呢？哦 ，Hunter， 吓死我了。能扒他皮，扒他皮。可是我看艾瑞在这里沉下去，沉下去。哎呦呦呦，鳄鱼皮，不是说还蛮值钱的吗？对啊。哎呦，好大只哦！我要先呼一口气，不然活不到八完。主角天生神力。哎、欸，有又有位置，要挖对地方才能挖掘。鳄鱼皮，耶、yeah!！Get down。可以拿去做上位的。只能挖一次哦。挖，只能挖一次。所以一只野生生物都只能挖一次，对不对？没错。没有大比较大的可以挖两三次啊。好像没有这种设定。OK。然后这个这个功能啊，还可以帮你标定敌人。嗯。那个敌人啊，一般的会那个是骷髅头。哦。然后如果说他会丢东西，然后会是闪电。就是更有攻击性的，对。对，然后如果说他是狙击手或拿火箭炮，嗯，会有不一样的，会有不一样的。好方便哦，这台相机超强的，哪来的？这个我也想买一台。
你玩一下意外什么时候你拍都出捷运站的时候拍看哪里有带枪是不是你有可能吗好我不想就基本任务都做完了然后就现在 fast travel 回去可以瞬移回去车也不用管他自己会开回去这个东西可能玩家比较不少这叫科莫多龙科莫多龙是大蜥蜴哦，就大很大只这个蜥蜴，而且它有毒，就是它的口水是有剧毒的，所以被它咬到就是非死即伤这样。那怎么办？不是非死即伤，必死啊，必死无疑。然后很少的机会你会只受伤。对。然后我们现在就回来，先回镇。什么？对，叫你去杀这什么？科莫多。哦，科莫多。先过任务，我们等下去。那刀能升级吗？刀能升级吗？杀法可以升级，所以会多招，对不对？多招，然后那还不错啊。自己家里超方便，有一个自动贩卖机可以卖枪，所以也不用阿婆去阿婆那边卖了。你不用特别去阿婆。哎，有扑克牌是干嘛？扑克牌其实就是那个你捡到箱子里的东西，那你可以就是简单的把它卖掉，哦、okay, 三个可以卖60块，嗯，就已经高过我的那个，高过我的，这叫什么？高过我本来那支枪的价格哦，真的、哦。然后我们每一支枪啊，都还可以有那个可以改造，可以 custom 下去就对。对，比如说我现在有这支手枪嘛，其实我比较爱这一支啊，因为191它没得改，它只能换漆换颜色啊。没有，这个颜色会太鲜艳了。对，所以不必。我们现在就你要直接换一把是换一把。小杠好像没有哎、欸，我好像没有小杠。对啊，那你就200块而已，根本买不起啊。然后 handgun 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先买这个面枪、面管，因为面器你不管是在打猎啊，还是就是你要摸人家的那个基地、啊都非常好用，所以一开砰，全部人都来了。你有机会就是你要先买，就是、嗯对，然后你在家里就可以进行东西的买卖，这样非常方便。还有一个巫毒娃娃在床上。然后，如果你解放了一个小阵地啊，嗯，解放了一个小阵地之后，你就可以快速传送到那里。OK， 那你要去截个看看。好，没问题，应该等一下就叫我去打。那你这样就完成任务了。对，回来他自动完成。回啊，还一招了。回报，他会教你说你要怎么做东西。嗯。Dennis， we've got the plan. 提贩卖机会掉枪吗？不会啦。什么东西？然后提贩卖机会掉枪吗？没。提贩卖机不会掉，可是那个人都会掉枪。啊，是啊。你要捡什么 AK 非常容易。哦，有了，有，他在讲，他自己做，这药自己做，所以你在野外就是现地处理的，对。现在你看，这是 RPG 吧？就是你有 Serine 嘛，就是血清嘛，那就是你就受伤就住下去，他一次补两个。OK， 需要两个，一个，那你先要两个，哦，做两关。一直大家就去叫你打科莫多，等一下，科莫多就浪费子弹。等一下，我们再去打看。有路过了，路过碰到就来打。对，好，这是做包包，然后这是 boar hide 就是野猪皮哦，猪皮包，猪皮包。那你做了以后，你就可以你的那个三十二个这样很方便。那第二个叫什么 ？Pier hide，Pier hide 是什么 ？Pier hide。那个什么，那个魔啦，对，魔大只，对，那个木栅有，木栅洞也有，真的。手纹身，对，它跟技能有关。对，我刚才要说的。好，接下来，现在这就是，就是看到这有三，我们现在有两点，对不对？哦，有，它有两点，三种，它其实是这三种，其实就是，分别是三个不同属性大方向。OK， 鸟的。就是远距离，远距离型的。然后鲨鱼的就是猎杀，就是近战猎杀这样。怎么？有点像上古卷轴。这种东西就是有一些比较动作性的动作蜘蛛啊。嗯，比如说可以让你可以滑雷，我觉得滑雷有用吗？滑，然后开枪这样子。滑就是让你这暗杀。OK。背对自身没有看到的时候，马上就把出一击必杀。本来没有这一招，本来没有这一招，现在会了。OK， 那还有一个，那像滑雷啊，那滑雷有什么用？可以，比如说你在草丛之间行进，哦有 ，tatun， 好，你自己讲，草丛之间行进的吗？草丛之间行进，像你又经过马路，是一段没有遮蔽的地方，你就用滑的滑过去，这样可以这样子，滑到对面草丛里，哦，就蛮方便的。
Lisa. 怎么了？好 ，Lisa 是他朋友。We have to get her back. 那他怎么会有手机会响？哦，他不是在逃出来的时候干了一只吗？哦，对对哦，对对对对对对。技能有没有点满？只要点了就有了，就一格，一个技能就一格。那你这个游戏就升级。What's this outpost they've taken Lisa to? 升级，打怪升级，好，就打怪。好，打练人打人，升级会哦，所以你打越多技能会上升，然后会获得技能点在一点点。对，然后这游戏基本上初期就是探索跟杀敌，因为这样就可以让你比较，比如说你技能很多嘛，对，然后你背包啊、子弹啊那些弹袋什么都做好，你就可以比较轻松一点去碾过去，对不对？什么？现在这个时代的 FPS RPG 要素这么重？而且我觉得最重要是要赶快做钱包。啊，做钱包，为什么？钱包是最重要。为什么？钱包因为你这样只有你的小钱包只能装钱孔，哈，然后连钱都有数量限制。你满了，你只能回去卖，或者是你就不能捡钱。啊，是哦，好，赶快做钱包，做到那种，要不然就捡捡，哎，放不下这样。对。钱包哦，不是背包，钱包，钱包还有另外一种。好，你有，比如说2000块的钱包，才能买那种1000多块的武器。嗯，了解哦，我了解。然后问你说，为什么鞋只有两个？等级还没有点呢、啊，还没点。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征服那个敌方的那个根据地，应该没错吧？ Okay. 我可以看主角嘞、欸，又有一格。没有啦，你什么都没做，怎么多一格出来？然后我们这是刚教学没有教啦，这现在有别的药剂可以做哦，可以打了。然后比如说 hunting 这个 hunting 是什么？这个我觉得蛮重要的，叫做 hunter's instinct， 就是猎人直觉。这个超方便，比如说你要去打猎，把这个东西注下去，你就可以透视那个墙，看到所有猎物在哪。这是毒品吧？OK， 这个战斗用药剂啊，这个 fireproof 就是 fireproof， 就是有一点受伤会减轻这样。哦，就是比如说烧伤会减轻啊，受伤会减轻这样。好，那我们要做一个，没有药，色的药，对啊。然后你看这个 weapon 的袋子，就是你可以做这个袋，你可以多带一把枪 ，S 腰带，对。然后这是钱包。然后要猪皮，然后这是我看一下，磨的皮嘛，对不对？然后这是装药的，所以猪皮要两个啊，装药也有限制啊，装药的也要用猪皮做。好、你看我刚刚多杀了两只嘛，对啊，那我现在就可以就升级袋子，升级袋子，我就可以捡比较多的子弹，这样连子弹都有那个装载量，对不对？对，那你做到最后啊，会有什么熊皮啊，然后金虎皮啊，我靠，然后你就会穿在身上，然后身上的子弹就一大包，那身上恰龙恰虎这样，还有剑带啊，对，就是这样。好，我们现在就是要去进攻。你现在是有人说好，你现在是猪皮猎人，猎人。我现在有消音吗？没有了，没有了，刚买不起啊。你刚刚400块，你收到200块，所以买不起。Lisa, I'm coming。好像有消音哎、欸，好像又好像没有。没有啦。没有吗？没有，竟然没有了，所以现在一开枪大家都知道了。好，现在我们先，哎呦，看到了，看现在就是 mark, 好方便了，对。有没有办法一次4个全杀？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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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应该是没办法。OK。好，我们现在就试着用看那个，用摸的是，你用滑雷，就是你刚刚讲滑雷。为什么这么聪明、啊？他们注意到你、啊、有快要注意到我。到后面。原来是我没蹲下。哦。路西还蛮多的嘛。那个那边有一个家伙。那边看得到，你正前方那看得到。就这样，简单的 take down。对，然后我就有他的 AK 了。哇！马上干到一把好枪。我先讲，我们现在玩的是那个 preview 版，我们现在玩的不是正式版，所以会有一些多多少会有一些小问题。
请多见谅。以小换大。对啊。再见。哦，尊。发生什么事？为什么找不到那个人？哎、欸，他滑得好帅啊！啊，挂了。然后背后有一个人。嗯。好像没有，没有吧？那相机，哎呦，有了有了 ，Headshot 加25对，然后你如果普通的杀，普通的杀法的话，是加10 OK。没有，没有。相机拿出来。是狗啦，狗也算哦，狗也算。好，狗也算攻击性装。这的阵地抢过来，然后我们现在这一区我们就可以自由往。狗也有狗皮。啊什么？啊！狗狗不好意思啊。好，这是一个写实游戏。哎呦，波浪。这时候我们可以捡他们的身上的东西。他们有钱吗？有，他们身上会带一些什么那个 smartphone 啊，智慧型手机啊。所以这边有3G 讯号，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反正讯号这么好，可以卖钱的。嗯，就是你通把它捡回家，然后就可以卖钱。好，干得好。六块，对，好穷啊！直接海盗超穷的，然后捡到一手榴弹，捡到一个巴拉。Lisa， 你在哪里？我先撸完，我再来。Everything's gonna be okay, Lisa. They're all gone. You're safe. You're all gone. 发人皮，不能发人皮啊！对啊，哪里来 ？It's not here. 发人皮没有意义吧？对，谁敢买？对啊。We lost her. We lost us. Yes, yes, on the west side of the fire. 哦，现在被骗了吗？他们听到说，听到消息说那个女的逃了。哦，他自己逃掉了。对，其实蛮厉害的。对啊，就全家他最弱。他说这些人就说啊，你值得这个事情，你是称职的 warrior。他一生被从骂他变成 warrior 了。Doctor Anna to the west. 只不过是刺了两个。Madonna, worry. It's not safe there.The doctor will be waiting for you. To the west. Did he tell you which friend? No, but we will keep continuing our search for the others. 我在这游戏里面啊，晃了四个钟头，还没有 COD 就往上杀了多。都是在杀宰动物，对不对？啊，我说人啊。哦。对啊，还没有 COD 就往上杀了多。好，这里我们解开了。然后有变绿了一点，有变绿了。然后这个宝石这个东西啊，对啊，那什么？就宝箱对不对？宝箱，宝箱。然后这里啊，就会有我们的队友接管，他们就会在里面这样晃来晃去啊，抽抽烟啊，晃来晃去。会有坏人打怪吗？我目前没见过。嗯哼。不过他们常，比如说我开一下那个地，比如说现在是这边是绿色的嘛，对不对？嗯、这边是红色的嘛。对。他们有时候会在开车在这个交界有没有会渡掉？哦。然后会开战哦。两方人会在这边打起来。是不一定的，不一定，不一定。乱数事件就对。乱数事件。丢上鳄鱼哦，我们刚宰过鳄鱼了。对啊，我们还被咬一口。对啊。走吧。好，然后。我们解了一个，这是新任务吗？对，新任务。然后他任务基本上有三种，嗯，三种，哎、欸，四种，嗯一种是蓝色惊叹号，那是有一点故事剧情任务，主线的，不是主线，主线是黄色惊叹号，哦，是带到一点，插到一点边的副线的副线剧情。嗯，像骷髅头啊，就是你要去暗杀一个，等于说是一个小 boss 这样。一个阵地的一个 boss， 它、啊、里面会有四五个人，他一定限定你要刀，哈，一定限定你要刀，还有这种限制任务，要暗杀还是要冲上去跟他互砍了，对对对，都可以，就是、OK， 你限定只能用刀，你可以看一下，好，再来看，哎、欸，175还不错，对啊对啊对啊，他说有一个海盗啊、嗯，然后那个。在附近啊，在那边闲晃啊，然后是用刀宰了他。那个你要遵从那个拉齐亚族的那个传统啊，嗯、像个战士一样拿刀把他扑死的、啊。好，对，去吧。好，那我们就接一个任务，这样。好，赛车鬼啊，你要走路过去啊？赛车，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游戏搜刮就是这样，嗯，有箱子、啊。对，在外面那个不是，这不是吗？那不是，不是不是，哎、欸，这。就按着，然后就录。那你可以什么捡到手电筒啊、把蜡啊，然后30块这样。啊、OK， 没用的物品你可以回去城镇把它卖掉。就卖掉了，对。就是在这间房子里。
一间黄色、哦，这个据点就可以卖东西了，对不 对？就是里面有一间，然后里面就有贩卖机，嗯哼，很方便哦，真方便。开车，我们设定一下据点，其实没有很远啊，其实走路也是可以啊。有碰到那个科摩多下来载一下，用车碾过去，你可以用车撞死动物吗？可以啊。哎、欸，车上还有电台，不错。有，而且还可以换乐那个频道电台频道。哎、啊，这就到了。对，这么快？因为前面就是任务目标点。嗯哼。好多人。所以那个看起来比较像 boss。那个黄色的那个像那个、嗯、那个有星星的那个就是 boss。OK。是的，不止这些，只有五个吧，好像。还有一只狗。哎、欸，狗吗？旁边的不是吗？哪个狗？黑黑的哦，不是，是石头，是树。哦，树干，看错了。我是折。对啊，你还没有用过滑哦。你要丢石头往里开，有用吗？没有用。如果只是一个的话，可以。嗯，比如说有一个正在看我这里，来把它煮。就是水边。对啊。看有没有机会赢得比较近。哦，有了有了有了，他站起来了，两个都过来了。没有吧？有啊有啊，两个都过来了。真的？怎么样？那你去弄另外一个，弄另外一个。跟他们两个看同一边，能不能一枪双挂？可是我开枪就全部都就不见了，好不好？是不是？小心，啊，有他们分开了。哎、欸，没有发现，干得好，在。哎呦，他两个部下都倒了，都没发现。其实这是中枪，哇，冲啊！这听到，这。哎、欸，还没死，赚到一七五，好快啊！那就可以买小鹰管了。是啊。哎、欸，他枪啊！你不能重复捡枪，是不是？你不能重复背一大堆 AK 回家，只能捡子弹而已。哦。那个头头啊，他的身上的钱都比较多。哦，100块啊。对，100块。你这样有意思。Yeah。做冲刺中按下蹲下会有沙子，会有滑雷。这样啊，有啊，我刚刚有。就是要另外点的。其实我觉得蛮有效的，可是有时候你太急，你只是想蹲下，他就会把你滑到石头上。就撸出去，大家都看到你一样。对啊，这跟那个修的那个扑飞扑哦一样，异曲同工之妙。嗯哼，有，我只是想蹲在窗边，结果我按了蹲，结果我整个人从窗边飞，超嚣张的。哎，有红叶，哎，不瞬移回去吗？好，先拿黄叶，瞬移到这里。现在 AI 比较合理一点，比较轻松。小编真的会哦，我就有看过，正常。嗯哼。那现在我们就有 AK 了嘛，因为捡到了。那就把它卖了嘛。别的枪，其实这支也蛮强的。那你留着好了。对啊，不会，你捡到就是你的。啊，真的、哦。嗯，所以蛮方便的。那我们现在要这一支，要买这个。可以六P9。对，然后要换。嗯。这样我们就有。就把枪可以安上，雄鹰枪可以用了。然后把身上的东西卖掉，可以卖67块。然后我们身上采起来的草，对，跟皮皮、啊，哎、欸，狗皮啊。可是我刚不是还有鳄鱼皮吗？对啊，哎、欸，鳄鱼皮去哪了？不知道。啊，算了，管它了。会不会一起交出去？也有可能，嗯、因为鳄鱼皮好像不能做，可以做女用包包啊，男用我就不行、啊。做女用包包干嘛？给丽莎，是啊，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要进行狩猎任务。OK， 那狩猎任务呢？它的狩猎任务会让你遇到一些比较稀有的怪，稀有的不是怪啊，动物。动物，这至少有怪，比如说有雷狼龙这样。科摩多龙有普通跟红色的，那红色是红色再强点会出变异种火鼠，对不对？火鼠科摩多，然后。它的皮是特别的皮，那你也只能拿来做它、嗯、做
稀有的就是道具，对。然后他，如果你有机会再碰到下一只，他可以卖很贵很贵。嗯，对。还有这样子的、哦，对，没错。然后这就比较远哎，我还是开车去啊。亚种没错，说得好，亚种。亚种，比如说老虎啊，就有普通老虎跟金老虎。嗯。Golden Tiger 啊，对，看到这个车上的东西，当然等会说。对啊，你有。怎样？不见了吗？收起来了。我们有了玩偶，收起来了。真的？对。太恐怖了。车上公仔，那个公仔，好像有特定的地方玩游戏会送哦。好，这现在就是拿 shotgun。对啊，你那边有吗？哦，太好了。啊、真的吗？可是没拆、欸，是没拆吗？还真的、欸，居然是 VAS。对啊，还不错他们这游戏特别做的。然后我们现在要拿下杠，狩猎狗狗。你看，长这样子，大家看到吗？白痴，等一下，等一下，我们放着陪我们玩。好就放在那里好。放个明显的地方好了，放我身上这样。又看不到 ，Vess 真是让我 Vess 陪我们玩，真是信心百倍。是啊，对，然后 Vess 还穿草裙，这好像买预定了还是怎么样会送吧？我记得。好，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测试一下，就是那个猎人直觉的药效。我记得我刚刚有采那个。对啊，你有采黄色的。好，踩打药猎人哦，也是啊。对啊，我们预告会送吗？我去问一下，稍等我一下。等小雨。这样会送吗？这次要抽奖才有这次要抽奖才有，不好意思啊，因为他们数量很少，这要抽了才有。我没有装吗？说明枪吗？不是，我的药。你有没有打吧？你有一支啊，还没用。对。有。啊，先装备才能用了。哇！然后这有点像 BioShock。没有 shark 的，要什么样知道有用？我看不太出来。啊，有看到哦，有透视的透视，有没有看到？我贴着那个树桩，大家看清楚。那里就有狗，可以看到。有。它压效维持多久？右边。哇，好凶哦！你拿枪打 会太浪费。这就是要拿枪手。OK， 那 shotgun 打不是皮都烂掉了。狗毛，哇！这游戏啊，大家不要学啊！这游戏超残忍的。这限制级游戏小朋友可以睡觉，好可怕。还好啊，是为了生存。好了，不得不、哦。咬我！对，你不打他，你就要被咬死了。对啊，这种野狗很可怕。哇！我被咬了。对。哇！哪里？补血，我现在没子弹。刀子啊！有 shotgun 你还敢来咬我？他们哪认得那种鬼东西？说的也是哦。好，那我们现在扒了狗皮，我们就可以好可怕的东西。对，这里吧。对，这个狗皮可以做那个。火焰枪的弹药袋，什么狗皮弹药袋？对，狗皮弹药袋，好可怕。那第二个就要用那个，第二个弹药袋的材料就要用那个野猪皮，升级就对了。对，没错。有没有别的需要用狗皮？顺便问一下，大家今天看实况顺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对啊，今天看起，我有调了，这一天我有调过一些鬼东西，真不错。对。
好，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新的任务出来了，还是要去跑主线。哦，谢谢。其实已经九点嘞。啊，真的吗？对啊，你玩的顺得很，但是已经九点了。是吗？好了，再给你打一下。好吧，那我们就，我再给你打一下。你看有没有比较不一样的任务？没有，是自己的。看起来像坏人的样子，我也是要开战的。不然我们就直接去下一个点。好，直接杀进去。哇，还蛮远的。那就瞬移到下面那边去，再搏练鬼啊。科摩多，我们可能没有碰到，不好意思。科摩多，对啊，这么想要看科摩多吗？对啊，科摩多人超烦的，他扁扁一只，然后很难打到，又硬，又硬哦。对啊，然后你又痛，然后一次三四只，然后一次三四只哦。对啊，就 combo 哎。好啦，那五度就要加个台啊。嗯，对啊。然后顺便预告一下，哦，礼拜四预计玩那个刺客笑老三的多人模式啊，还蛮刺激的，对啊。要请谁来嘞？应该一铁会来玩啊。对啊，你要我们一起在旁边连线。我对心机的东西不太行，只要那个比较简单，就是那个要躲在那边，跳出来给他一枪，这个没有办法，那都要是比较简单啊。刺客教条的那个多人都是玩捉迷藏的，那个心机有，我有玩刺客教条，每次会张道啊。好了，你是直来直往，我知道了，你没有心机，你比较纯真，纯真的杀人啊，不想，纯真的耍输吧。对。好，下礼拜二是玩那个二次机 OG 啊，第二次 OG 啊，对，大家都期待美梦俱乐部啊。哎呀，不好意思，美梦俱乐部因为没办法，诸多原因的哈，请大家留在美梦里。大家好好睡觉，可以梦到我跟阿奇玩给你们看，这有点悲惨。在这里宣传你私人台了？没有啊，然后所以我也没有啊。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差不多啦。待会我再玩一小段，再截一个。今天可是刺客教条的发售日呢。哦，对啊，待会我拿到你那里的片子出来秀一下。你的片子来，我看一下。啊，好啊。太难过了，我也想玩。不行，我有工作要做。哎，这音乐不错，我喜欢。我蛮喜欢这台的，可以开多远？就它地图系就这样子，预览好很大，这样可以开车晃。对啊对啊对啊，随便，没有限制。你看，无限放毒啊。对，无限空间。哇塞！我们现在可以开到、那個、超棒的，已经是我们现在所范围所及电塔范围所及的地图外面。哦，已经开到看不到的地方去了。这个电塔能 care 的地方就这一块。OK。那我们现在经过别的家。嗯。噔噔噔噔噔噔。哇！居然是买 PS3 版的，我当然没办法。哎、欸、，PS3 有独占内容、欸，哎，内含60分钟单人任务是谁呢？单人任务，想阿贝吗？班乃迪克阿诺，可以想，可以想，看来是个大叔啦。哦，我喜欢大叔、啊。我知道你喜欢大叔。哎、欸，你开车开到什么奇怪的地方去了、啊？哦，讲着大叔了，你要等一下，你要打那个打那个求救来拖车了。哇，好像别欧美亏虾，没关系，旁边有一台啦、啊，算了啊。我刚刚有看到你们在杀鳄鱼，有点可怕、啊。真的吗？对，杀、哦、鱼已经不是像比起来不可怕了，跟我们刚刚碰到更多可怕的事情。真的。所以觉得这一部这一很棒啊，还不错、啊。对啊，超好，就是要花时间探索、啊。而且觉得这超像刺客教条的那个哎、欸，我们同一个 team 弄的。对啊，然后还有你在那个就是鸟瞰，对啊，超像刺客。所以各位是时候，然后这个玩一玩，是是然后后天玩这个，是时候然后去买那个八块，八块对，然后你搏练上去了，还不要想把梦想提上去啊？这里面路啊，不晓得路要怎么走，跳石头啊！我给你看看一看，说我都要吐了。我应该怎么过去啊？爬石头啦！哇！你下车用爬的啦。那我被撞到了。你就旁边石头跳就上去啦。我这是飞天车吗？决定了，汽车用走了。对啊，我早感觉说要用汽车用走的。欸、可是在那个河对面、欸。不是在后面吗？塔不是在你背后。我很怕中间有鲨鱼。你不是要打拔了塔吗？你都可以徒手宰鳄、啊、鱼了，还怕什么鲨鱼、啊？哎、欸，鲨鱼很可怕的，两回事好吗？对啊，这有什么？鳄鱼都宰了，胆子再大，碰到鲨鱼，对不对？对。
哎呀，可以的啦。你看，看那些小白鸟，也是很可怕的。为什么？不会啦，跟他拼命就好了。有你到后来你的钱包是要用鲨鱼皮做的，对，所以你要高档的 Lacoste 鲨鱼海岸，然后跳下去跟鲨鱼拼命的，哇，感觉也很刺激啊！哦，我看到那个点了，黄色金滩的号码，对不对？好遥远哦！哇，背离朝阳就这样子直接游过来，他可是被开发过野性的人类，那才刚开始而已，还没有啊，正要被开发，正是开发途中。对，开发途中，所以你们有见到女土著了吗？还早嘞，还早，有见到他的市长啊？对，女土著太好了，我一直很害怕今天直播会有一些，你们要讲出来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害怕的，有刚刚有一些很害怕的凶残的镜头，你刚好都避开。对，我怕有一些你知道儿童不宜，毕竟我们这边还好，而且很好，而且家机的好像比较没有，哦啊、就连玩电脑的也不觉得有太那个，比如说什么投手分离没有，没有 ，OK， 只有会有太凶残的血浆、嗯，就比如说像杀鳄鱼的时候爆血浆这种，比如说有人在那个正就是他们的小那个小营地里面养熊，嗯，然后把熊关在笼子里、嗯，你可以把那个笼子射爆，然后熊哦对对对对，然后以后咬其他人，嗯，然后就看到有人被熊扑倒。被熊扑倒，对，被熊推倒，啃咬之类的，有啊，对啊，咬一下，有预告片、哦，我们之前看的试玩版也有，嗯嗯，蛮有趣的，对，它一样啦，说进攻方式不止一种，你可以想办法运用很多种方式来解围啊。嗯，以前是单一目标多路线，这一代是多目标也多路线，对、啊，玩法比较多种。像你现在你可以从那房子上面溜那个。哦，比如说你可以溜那个绳索啊，或者是它这边有那个，这边有人吗？有人吗？有那个降落伞，不是降落伞，滑翔衣。哦，滑翔衣好酷哦！哇，可以飞一下吗？哇，好软，好可怕！哇，脚都软了，好可怕！脚都软了，好可怕！好可怕！可以飞一下吗？还是？对，他现在要解主线了，先让他解一下，好吧，等他解完再去飞。也太酷了吧！对。我们有楼梯不走啊，走楼梯就不像我们了。其实岛上风光还蛮明媚的、啊。他做的很不错啊。这是Guns for Sale， 是个教条的特色。对，对啊 ，UBI 的 UBI 特色。现在感觉有点画上等号的感觉。因为它游戏的那个模式很像。嗯，超像的。只是玩法不同，概念有点像。连界面都很像啊。这是那个麻药博士的。哦，所以你要开始。他刚已经打过药了啦。是哦。哎呦，他真的是好人吗？哎、欸，他很像那个有一个电影明星叫谁去了？魔神自拍清楚，是好人。哦，虽然是好人，头都坏掉了，神智不是很清楚的好人。是啊，他是一个博士，他来这里就是找他喜欢的药材，找他喜欢的药吃，happy 一下 ，get high， 对，不要害到人就好了。他是最这个岛上最大的药头，不管是 Rocky 啊还是他都不找他买药。OK， 他相当有钱喽。是啊，他不在，我相信他也不在乎钱，所以没有也没有他也没有什么武器什么，就反正他就是也没人敢来动他，他就是完全中立的，对不对？他救了那个 Daisy， 就是刚逃走的那个他的朋友。哦 ，She's in my house, sir. Here. 所以真的吗？我就有点害怕。我比较想要去做滑翔翼。等一下。好。然后那个他掉下来的时候被那个毒藤蔓刺上了。哦，所以在休养。哎呦呦呦！哎呀，是个真妹。是啊。我都还没有时间看过其他朋友，只有在嗨的时候看到一下。好胖哦，也脸色非常的怪异。不要动啊！你这里被有毒的藤蔓给刺中了。嗯，不要动，让我把它。不要乱讲话啊！亲啊！哎，我说的是周星驰的电影。我知道，我知道。老衲对吧？对啊，哎。他装药的。箱子会太可爱一点。他说他缺了药品，要叫你去拿就。这带来很多那个心理学的。下次仙人掌君可以全身入境吗？现在就可以。好，你继续讲，继续讲。现在就可以全身入境啊。好，你继续讲。这带来除了那个解放的野性，受到那个拉齐亚族那个 Sichuan 女王
的引导，可以慢慢解放你的那个野心跟你的剧情，你隐藏的力量这样子。另外一边就是这个博士啊，他会给你一些麻药，嗨哦，很嗨，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些幻觉这样。然后这一代有很多那种心理学的那种图形，其实这也是。心理学的图形，对，像他就把那个两只枪并在一起做成蝴蝶的形状。你看我才说，哦，真的有没有？那他就是该怎么说呢？下雨了，下雨了，当然会下雨了。哇，这还有天气变化，是不是？怎么这么突然？所以现在下雨天又滑翔翼，要命啊！耶！可是没有办法看风光了，还 OK 啦。哇，好酷哦！这太酷了。哇！哇，做得不错哎。哦，好可怕，好可怕。这真的很像 S 有在。你别下戏啊！你别下戏啊！在那边，在那边。真的吗？真的吗？我的技术好。对。飞的东西交流。对，下午才在玩那个。阿奇飞的能力很好，玩那个英雄小子。哇，人家在撑水，笨死啊！没有啊，还打药浪费药。没有，因为点就在旁边。哦，你不跳，等下跳到海里不是更难看？哦，你不是跳下去不就好了？找个地方跳下去不是很帅吗？对啊。I can fly。哎呦，哦，一下水，水是海，太透明了。清澈，对啊，这有个岩洞，所以我们游泳进去。这一带很多这种神秘的地形，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特色之一，我觉得很漂亮。对，天龙板更漂亮，因为在里面有微微的光洒下来。哦，对，加基板奉献。那没办法，那个硬体效能不足。哇，我到这个岩洞的时候，就跟那个我第一次走到那个Skyrim。哦，对，这种一样。对。就要找他缺了药，对不对？缺了那个 Leap of Faith。他竟然认得出来。Leap of Faith。Leap of Faith。这不是那个吗？就刺客教条的信仰之跳。哦。他刚吐出的话。Leap of Faith。对。哦，对对对。所以你要开始叫。哇！对，我还是没有跳过去。好，再跳一次。这里快要结束了，马上就捡到药了，还有很久。这主角也是够强的，体力很好。对啊。我忘记给大家看主角长什么样。主角就废废的。我一直以为主角是他哎。不是。你看，这个就是主角啊。Who are you？ 中间这个啊。看起来很像很憋伤，很像被绑走的。那他是谁？他是坏人。就是你现在这个左边啊，左边的家伙，他是大魔头哎。他是大魔王。对啊。这一代最有特色的角色是他。对啊，我一直以为主角是他。不能提他的事情，因为破梗。对，不能提他的事情，好，就玩就知道了。好吧，所以我们什么时候会遇见他？我们可以遇见了，他把他大哥宰了。哦，就一开始的那个时候嘛，对不对？他才是就大魔头啊，他是疯子啊。哦。送外卖，好亲切哦！你会把手上的枪跟那个，对啊，扯到蘑菇了，我嗨了，会哦 ，get high， 这会怎样？这会怎样？哇，就开始迷幻药的感觉。我的天，这冲啥？我以为你放电出来了，啪 ！This is you， 没有这个种感觉，好多毒菇哦。对啊。这是你要的吗？药材不是这个，是一种蓝色会发微微的，感觉就是毒菇。对啊。然后在这里的时候就发作了。哎呦喂喂哦！变得如履平地。我们在爬嘛，现在走的。为什么？对啊，为什么？好怕吗？他在做梦。这个轴向变得很奇怪了。他嗨了，这样。好酷、哦，好可怕哦！让你虚拟就是 get high 的感觉，对啊。之后还有那种什么从这种位置哇向下掉啊，那种就是吸了拉 K 是吧？东西对，好酷哦！主角大哥本来是特种部队的 ，really？ 对，然后被挂掉了。现在怎么样？现在怎么回事啊？进入一个迷幻的世界。对，
好孩子不要学啊。有一些这种描写、啊。嗯，当然是毒，当然是不可以的。对啊，哇，不小心踩到毒菇。对啊，我们刚明就在爬，如果是真的，搞不好已经摔死。然后这一代这种描写其实不少，因为他很讲求那种去探索内心。现在在讲什么、啊？哦、喔，他在讲什么？他在讲说他跟他女朋友那些相处。不好，因为他主角你也知道，看起来像别人，但其实是个不没有什么用的好人。就是这样。哦、然后就是那间那个博士的房子。Hello。起来都好热。哇哦。那个哈利波特那个魔药学的教室吧。啊，史内普。对啊。Great。他说你生来就是要跟枪为伍。什么？就是哦，好就洗掉我退了，就跟有拿真的有拿到吗？有，就在前面不远。你看这明明这里就是岩洞啊，对啊，掉到这里来耶，不知道，好可怕、啊。这就是跟喝醉跟对大家讲不要吃药的时候就一样，对，超可怕的。就这样，这玩意可以吃掉吗？不要吃，要吃了就刚刚弄事情了。都已经来到这里，你就拔一个大根的回去。对啊，拿回去卖就好啦。那么小气。哎、欸，有宝箱。哇，这是什么？炮塔啊，是那个日本有很多日本二战时候的遗迹、啊、哦，看起来那是破，那个就是对空炮塔。那个暗防炮的。嗯。说现在天气变好了，说要回去飞那个、啊、飞行一下，真的，再等一下再飞一次啊！不知道那个降落伞在不在那里？好，真的没了。我们阿北会不会很好心的再放一个给我们？看独挡有没有机会。所以天气是乱数的、啊，乱数。所以你刚上次玩这个之前摸的时候没有，只有这个天气、啊，当然不一定、啊。哦，我先跟大家讲啊，鸟已经飞走了。什么？你如果开枪把鸟打死啊，它会算进你的收集样品里面。哦，是哦。对，就像怪物列表一样的东西。对。然后不止鸟啊，连那个海岸边的螃蟹啊，对，那也算哦。那也是收集的，就是等于说是一个什么要素？这么多要素。为什么上次晨曦下雨那个运气不好？明明就蛮近的。对啊。神奇宝贝。所以拿药给阿北，好像没有了啊，飞掉了。那就没关系，没关系啦。大家有空，天气好的时候可以去飞飞看。对啊，飞一次我记得大概都2500左右。在我们去玩，对啊，长滩岛的时候。对啊。Dropped a couple of high notes since you were gone. Oh yes, and the girl is now. 那看起来就是在 dose 的感觉。对啊。我也没对。其实那个 Lisa 可能让他回想起什么人，所以他对 Lisa 还有特别好。对哦，我拿到蘑菇了。Delightful 什么？开心，高兴，高兴。A couple of minutes to prepare the medicine. Go check on her.感觉他现在就要食用哎。哎呦，好可怕！会不会太急了一点？对啊。刚好这一张，这里就一张结束了。哦，刚刚好啊。对啊，非常好。Lisa， 你醒啊？好了。你等啊！一定要这样子。Jason， 乡土就是。对啊。You got away. That 是真美耶。对啊。Doctor's a real trip. Oh, he's harmless. Harmless. Kind of so sweet. He carried me here.他是看到真妹还这么好，如果是也是啊，因为我是主角相片，看到主角倒在那里就不鸟了，是啊，对啊，然后变成海鸥的食物，真妹飞了，或是鳄鱼的食物吃，对，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哦、喔，他是 Grant 的女朋友的女朋友了，好像哦，对不起，对，I'm so so sorry。就这样吗？
Daisy 啊，还有一个叫 Lisa。对啊 ，Lisa 呢？刚刚不是被骗去那边？不知道。对 ，Lisa 另外一个 ，Lisa 是马尾，然后。Are you gonna be okay? I've got to talk to the doctor about the others. Whatever， 就是另外一个朋友。如果大家看到这里，重看一下那个直播的前面，应该可以看到最一开始有一瞬间，刚好出现一瞬间的画面 ，Jason。I gotta go. Whoever killed Grant deserves to die. Grant 报仇。报仇。报仇。对哦。对啊。I want to thank you for saving me. Think nothing of it.他真的很像一个演员，我知道你在说谁，对不对 ？Three of my friends and my little brother are missing. 有时候也会演坏人。最近又演什么电影去 ？Absolutely not. I can't afford to have Vass's chapters here. 他不能得罪那个 Vass 那边，因为 Vass 那边From the total tiempo, then this is the safe. 所以他是完全中立，对不对 ？He won't think to look for them here. Please, doctor. 拜托了，拜托了。然后那个男主角死求求不行，然后女主角。一句话，人证真好，真的。说，我怎么能够拒绝你呢？对啊，对啊，你看，连游戏都那么写实，太可怕了。Can I refuse you? Of course. Oh, so. 这是这，不是回到外的教授，是另外一个。最近有演什么片 ？Oh, I'm going to need a double dosage. 也不是同一种。Double dosage， 我要打双倍。对对啊，已经这样子了，还要打双倍，这就是抗药性。All right， 他可能是他女儿或者是什么特殊的那种情感。情感。Magic mushroom，Magic mushroom 啊，抓的时候应该是这样，磨磨磨磨，这样拿起来对吧？是帮子吧？William French， 我看一下，哎，好像是，好像是，我看一下。哇，好高！高，超高了。What's the Medusa？ A ship that has been beached nearby with pirates guarding it. The path of the warrior, Jason. Train your body. 背景音乐是《爱还记得》。对对对对对，就是他，很像他，那个博士很像他。谁呀 ？William Fichtner。威廉费奇纳，他演还蛮多片的。哦，威廉费奇纳，为什么这么远啊？哦，而且我摔下来丢胸，你看石头歪了。哟，好痛，好痛，超痛的啦。对啊。ouch。好啦，好啦，好啦，是不是这边够了？差不多要刚好玩完一掌，对，刺客教条时间了，没错。好啦，我们今天已经九点半了，是。我们今礼拜预告一下，礼拜四啊，礼拜四玩刺客教条三的那个试玩版，多人连线啊，说错了，多人连线模式，礼拜三，礼拜四，礼拜四晚上八，一样晚上八点，会有豪哥跟一铁应该是啊，有豪哥跟一铁来玩，啊，记得来玩哦。下礼拜，然后下礼拜预告一下，下礼拜是那个第二次机器人大战 OG。OG。好，先这样子哦，拜拜，谢谢大家，拜拜。